喂，爸爸，放心火啦。推我！不但敢推你，我还要逮捕你。我已经跟侬讲过了，不晓得为啥。说我听懂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停车场，我也没有偷过车。讲了这么多遍，侬不相信我了？别跟我讲那五四三，世间没可能这款代志的。讲我听得懂的。您赏金那么高，台湾已经有非常多优秀的队伍确定接下任务。我说妙龄女子500万，哥，不如我们就……谭燕飞呢？谭燕飞啊，撤学。关你什么事啊，阿姨？Madam, police. Bon courage. Mais c'est toi qui va bien. 操！我真倒霉，你说。牛肉面、刨冰、挂包、挂皮啊！你有没有坏不？都是你家。谢谢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们热情的掌声。期待水果牛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是靠脸吃饭的。哪边脸？右脸。梅姐，我很孝顺。就是大妹，我有香水，穿这身可不行。看啥？我看把你给你呕出来啊！久仰久仰。好没，卖老黄灯啊！绑架就是重罪，赶快把谭燕飞给放了。啊，这两个后一寡查甫，一寡查某，一寡人家妖魔鬼怪的，开起来是足复杂的啦。警察还是在找安哦。我祖孙赶到墙嘞，伊不是我祖孙呐，应该是阿庆明带着新妇生啦。身为执法人员，做不得安用啦。刘德华拢往这讲，较袂着伤，